宝宝们小时候都是比较好动的，每天都会给自己找很多的事情做，特别是喜欢在家里到处乱翻，经常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然后爸妈又得给宝宝们收拾残局。有些爸妈就会待在宝宝的身边，只要他们一想捣乱，爸妈就会阻止他们，这样宝宝们就没有办法捣乱了。不过也有一些宝宝比较精明，知道趁爸妈睡觉的时候捣乱。一位爸爸半夜听见厨房有动静，不料推开门看到这一幕，爸爸瞬间傻